好啦，咁又到咗戲迷點播啦噃，哇，好多戲迷咧寫信嚟咧，紛紛點播咧佢心目中嘅老官啦，同埋靚曲嘅。哦，咁呢個咧就哇有幾封信咧都要點咧陳玲玉嘅。咁我覺得陳玲玉嘅演唱咧就真係非常之乾淨啦，好有韻味啦。哦，咁不如咁啦，啊應你哋嘅要求，聽一首《再至長亭樓》。別離人對來何天？离堪怨啊，别堪怜，离心牵柳线啊，别泪洒花前，苦相逢才也见面，哀不究有冬去白露沙夜。别苦怀念，愁无恨啊，恨无边。惯说别离言，不亲上啊疏远。春心思落花杜鹃，今复长亭折柳别意思倦，唉，我福薄怨恨，失子如花太医。
平添三生啊静，三生啊愿，莫弃绝世志。日向归同牵眷，看每你金针红啊鲜，绣出凤啊鸟，勾画俗笑啊抛花栏杆走遍。叫真上下孝郎边，竹帆啊装钱，每日你就太爷。圆转经流珠泪啊的我心，然莫说伤心啊乐事谁家怨，欲留人啊在于五更天，此景此情，谁得我平生啊愿？谁得我平生愿？点想到是盲公有信。香港戏品戏曲人生，原来在这个原集剧时代的李逵，虽然也是疾恶如仇，但是呢他是文质彬彬，从识得吟诗作对的。话说这个剧里面仗义疏财话李逵，讲的是有一次李逵夜游梁山，落了山来，啱啱撞到有一个刀秦，即系个低级军官啊，卖咗官粮赚到钱，然后咧要强娶个民女。
你迟了睡啊，含沙窝，只剩得眼那腮。你几时抛啊强，抛却金啊粉啊，与共商啊为别那里，偷啊怨，可惜你住啊。不住太泪，倦倦，你你你不得衰，因郎多妻怨。若果重逢有幸，祝那前缘。我今生不如相妻缘，只有心情。一那是浪泉，我两个痴心依然牵一线，天涯同眷恋，天涯同眷恋，正系前那途无尽。不知送你到路，几千，只有挥手扬。后我再长安，花尽马。
中，正合眼前光景，你哋又何须惊惶失措呢？花烛夜，香港戏品戏曲人生，又到咗我哋睇戏讲古啦。咁其实呢个环节真系好好嘅，咁可以咧就系听下我哋嗰啲古代嘅人物咧。哇，原来佢哋嘅故事系咁嘅喎。嗱，譬如咧黑旋风李逵咧，咁究竟佢系点样嘅由来咧？究竟佢点解叫黑旋风咧？咁我都好想听啊，一齐听下。睇阿香港戏品戏曲人生。各位朋友，讲起我哋广东嘅讲古佬，我相信肯定冇人会忘记一个咁样嘅名字——张月佳。上个月8月30日咧，我哋广州举办咗一个关于佳叔嘅展览，睇翻佢嗰啲讲古嘅手稿，回忆起佢当时喺收音机里边讲古仔嘅时候，塑造嘅一个又一个艺术形象啊！而家咧谂起都觉得非常之难得，又非常之难。我最中意听嘅就系佳叔讲嗰部《杨家将》，仲有《水浒传》。诶，你最中意里边边个人物咧？我印象最深刻就系呢位啦，我大黑旋风爷爷在此，边个够胆喐我宋哥哥哥？我就一斧头劈你个头落崖！一听到呢几句，肯定你就知道呢、这个就《水浒传》里边
黑旋風李逵的形象。當然了，我就哪有街叔啊塑造得咁生鬼咁生猛先得噶，係嘛？其實呢，講起上嚟，李逵在《水滸傳》裏面最後我聽呢部小説的時候，佢一個非常之赤膽忠心，但咧有時又好暴躁莽撞，真係一個又得人中意，但係又令人有時覺得幾憎下佢咁樣嘅好特色嘅人物。之但係，如果你有機會翻閱下元代嗰啲雜劇話本，再睇下宋代嘅野史，你會發現其中啊有好多唔同嘅李逵形象，而且呢個形象咧係逐漸咁轉變過嚟嘅。最早嘅原雜劇啊，塑造嘅李逵係點樣樣嘅咧？有一出劇叫做《仗義疏財話李逵》，當時嗰啲演劇嘅人又或者說書先生，一講到李逵出場係點嘅？只見呢一位身長昂藏九尺嘅大漢，頭戴關巾，身著一件黑色嘅蟒袍，手上揸住一把黑色嘅鵝毛羽扇，腰間揸住一把腰刀，黑面眉須。聽落呢個形象，真係同後嚟嘅李逵係咪差成十萬八千里呢？反而我覺得佢有啲似諸葛亮，又或者嗰位智多星吳用嘅形象。原嚟喺呢個原雜劇時代嘅李逵，雖然亦都係疾惡如仇，但係咧佢係文質彬彬，仲識得吟詩作對嘅噃。話説呢個劇裏邊仗義疏財話李逵，講嘅有一次李逵啊夜遊梁山，咁啊落咗山嚟，啱啱撞到有一個刀秦，即係個低級軍官啊，賣咗官糧賺到錢，然後咧要強娶個民女。李逵怒見不平，於是咧就殺咗呢個刀秦，將啲錢俾個民女，要佢遠走高飛，從此唔好再俾人蝦啦咁。個民女就救咗啦，但係當時殺人嘅時候，啱啱喺個村莊附近。那些老百姓呢就走過來扯住李逵話啦：哎呀，大王啊大王，今日呢你管啲不平事嚇，為我哋呢處除一大害。今日的確係多謝你嘅，只但佢畢竟係個官嚟噶噃嚇，你殺咗人，然後呢原來那位姑娘就走了，你又回上梁山，咁到時候官府追究起上嚟，咁岂不是連累我哋？大王，唔該你救埋我哋啦！李逵一諗，係噃嚇，雖然自己做咗件好事，但係亦都唔能夠連累百姓噶噃。於是佢眉頭一皺，諗到啦，冇妨。幾位，請你哋攞文房四寶過嚟，我喺呢處題詩一首，而且寫上我嘅名字，咁樣官府嚟到就知道呢件事係我李某所為啊。於是李逵跟住就喺牆上寫下四句詩：刀秦恃勢賺家私，買面官糧取鹽脂，要問夜來。端的是梁山寨上文山二。各位，在原集劇里面呢，李逵的绰号就叫做黑山二，还未叫做黑旋风，所以呢最后他就说梁山寨上文山二，就这样解。这个呢就是元代这位文武相传文质彬彬李逵的形象。好了，后来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又有另外的话本，那个话本的故事呢就有点像宋江就怒杀阎婆式的桥段，只不过个主角就换了这位当时形象入面黑面眉须性格刚烈性如烈火的黑旋风，有点近傍了。不过呢
當時講嘅就係佢原來喜歡嘅心上人叫做郭允兒。點知有一次李逵出門在外嘅時候，郭允兒居然水性楊花，另外結識咗個男子，兩個人依依泣泣，仲成咗好事添。李逵知道之後，佢表面上不動聲色，但係暗中咧就化妝翻嚟，扮成個黑面師爺，然後入房之後，發現莊園裏邊真係呢個郭允兒同人通奸，於是咁先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攞起大樸刀，咔嚓咔嚓，將呢條奸夫淫婦斬成四段，跟住雪夜就上咗梁山。呢段咁嘅情節，岂不是又似咗宋江怒殺阎婆式？所以呢，原嚟我哋後嚟見到嘅呢個最終定版嘅李逵嘅藝術形象，係經過咁耐一代一代嘅轉變，最後先定型出嚟嘅。梁山伯裏面，哇！喺呢108位好漢身上，原來仲有咁多好玩嘅故事。希望有機會啊，老林再幫你挖掘多啲，講多啲有關梁山好漢嘅本來面目俾大家聽咧。睇阿湘講戲，品戲曲人生。最威水啊！威王我覺得可能係我諗我我會攞我之前有參加過粵港澳流行歌唱大賽，咁咪攞咗冠軍嘅。咁當時，但我覺得影響最大都係上衛視嘅嗰個比賽。咁嗰個係全國性嘅，係一個亞運歌手挑戰賽。即係嗰陣時，因為我哋廣州亞運咁，跟住就廣東衛視就搞咗一個咁樣嘅歌唱比賽。咁當時就攞咗亞軍咯。